下不下来泡个咖啡，然后顺便给你看这底下，它这边有提供免费的一些糖果饼干，还有一些茶跟咖啡可以喝。这个呢？行动力的支持，对，是怎么做到的啊？就是你把头发这样往里面穿，然后再反折过来，它就会有个揪揪，好可爱，可爱吗？哎呀，有点危险呢。扇形车库。感觉它是还没营业。对啊，右转，好可惜哦。这有合理吗？我觉得好想看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一杯就好啦。唔止，真正杯啊，来倒恁个样子，恁一出来看合理无？真正讲，就我反正去德山哦，买一罐，我甲讲啊。600块，我平时个讲，我就家己有啊，家己买600。好喝吗？嗯，就是一个醋味。哦。秀水香。哎呦！牛。嗨。妈。脸真的长得跟那个广告上面一样，瑞穗鲜乳。来来，庄心蕾来一个，妈，我们要被照顾了，快乐。庄心蕾的第一个是固力果，第二个是运动饮料，好神奇哦。马路边伸出了仙人掌，很可爱耶。对啊。张简推荐的面线糊。有冷气哦，有小姐漂亮吧？这个小姐呢？漂亮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更帅，你更帅，读书他们习惯了，对啊。你等一下吃吃看有没有通过。那个日本拍和服也是真的很热。又遇到没有开门，好可爱哦！吃什么？对啊，天哪，很小哎！钟荣轩好色哦，带我们来摸乳下。摸乳像真的是蛮小的，这里竟然有一个，有什么食物？对 ，Oh my god， 超多汁哎，这是什么桥？反正。有肚子饿没东西吃，可来抓鱼。这应该是无锅鱼哦，不是像枇杷膏哦。
谢。你们上次有来过？我们是那个我朋友 Gary 推荐的。它是海盐、桑葚、初恋、坚果。我们吓到他了，但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哎。环博就是欢是那个嘛，原住民，然后环博就是讲说你肯定讲不听啊，就是会讲。它是一个形容词，骂人家讲话很偏烦的。对对哦。从一个村走到另外一个村，然后整片都是绿油油的田。在哪？嗨！大人是家里面会常扮演的。谢谢。哇，我真的不免怀疑。前面有一排鸟。可爱哦，好像因为台风，所以天空会紫紫的。那狗狗蛮聪明的，它等很久，我觉得它一定有看过它朋友怎么出事。来了，我把你拍得很漂亮，谢谢。好感动，幸福来得很突然。31。好，等一下要暂停了。上车，园林车站。园林车站字好可爱。好，我们要走去吃晚餐，跟走回民宿了。回家了。很温馨，很棒，就是有个女的。不然就我去上面。都行。那你们就。今天的晚餐。只给一次叉子。哎。他可能看到我们有用那个筷子了。村庄小姐，你对于之后想要陪走的人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会建议说，如果啦，你自诩为一个很会走路的人，我们把心态放低一点，就是这段路可能跟你想象的很会走路不太一样，应该要就是自贬为很爱走路的人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前一天可能尽量好好休息，对，其他没有了。好，我们谢谢张同学今天的建议。不会，张姐，我已经不知道你的红是那个晒伤的红，还是很痛的红。很痛耶，你现在已经只讲出这句话。